各位同学好，我是林文老师。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个新闻软体，训练听力真好。当然，你英文有功力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听新闻，就跟听广播一样轻松。这个软体叫 Pocket，那我目前使用它免费版本呢，也大力推荐。可以用手机，可以用电脑版，我们就用荧幕上来的文章来做解释。现在你所看到就是林文老师的清单，不过你们看不到这些清单哦。但是我把这些文章做了一个推荐的动作，各位同学关注我就可以找到了。首先我做一个示范吧。现在荧幕上我们看到这篇文章是 BBC 的文章，介绍木兰。各位有没有听过迪士尼的新电影？他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而且是真人版的，哇，木兰啊！总之这篇文章呢，我把它复制它的 link， 就是所谓它的网连接，接着呢来到了我的这样一个 pocket 的位置，加进去之后，各位在荧幕上很快就可以看到，它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有什么样的优点呢？我会做分享的动作，分享。譬如说，简单做个举例，这边有一个句型，在标题上有个叫 win over， 我们再看看字典上有没有 win over 的语法。各位在荧幕上有没有看到 win over？ 听听看它的发音 ，win， 它没有念 win over， 说服某人把某人争取过来，这个用法叫 win over。这是有趣的地方在这里。那我可以把这篇文章推荐出去的时候呢，下面一个评论，我就顺便可以注明一个 win over。所以你如果关注林文老师就会看到这篇文章，我就把它分享出去了，所以关注到了我。那怎么关注林文老师的方法也很简单，在关注我的方法之前呢，我先把这一段段落呢，我们来听听看朗读吧，也蛮有趣的嘛，对不对？毕竟来找林文老师，总之可以学到点东西。 Alexa， There won't be songs or talking dragons, and the film's antagonist will be a Chinese sorceress, not an evil leader of the Hun army, but Mulan is making her return to the big screenThis week, Disney released a teaser trailer for the live-action remake of its 1998 classic, a story based on a legendary female warrior who disguises herself as a man to fight in place of her ailing father in China's imperial army. It joins a string of Disney hits from the 90s being revived for the 21st century, including Cinderella, Beauty and the Beast, and Aladdin. The animated Mulan flopped in its birthplace when it was released more than two decades ago.But this time Disney is pulling out all stops to win China over with its version of their heroine. 希望你能听懂了大概。这边我们要特别探讨两个字，让各位可以学习起来。首先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单字是 disguise， 伪装。这个字就超级重要的，背单字嘛，要把它拆解单字。我们看伪装这个单字吧。首先 dis， 各位，如果你听我讲课，应该知道什么叫 dis。dis 就是 away， guise 就是引导。导游叫什么呢？ Tour guide， 是引导你到其他地方去，不就是误导吗？ Disguise， 这边还有一个重要的说法呢，三文士嘛，焉知非福，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另外我们讲个重要的单字，在荧幕上各位有没有搜寻到 Imperial？ Imperial 这个字来自于哪个单字啊？帝国，帝国叫 empire， 对不对？这个字最讨厌的地方是它词类变化超级变化的。你看 empire 叫帝国，所以你要复习帝国大厦。帝国的形容词 imperial， 帝王呢是 emperor， 这么多变化。来，我们听听看伪装吧。Hey Google， define disguise。 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disguise. Give someone or oneself a different appearance in order to conceal one's identity.Conceal one's identity， 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各位同学，你看听力一点一点的慢慢累积呢。好，这时候我要再说明一下怎么关注林文老师啊，这超级简单的。这篇文章之后有个动作叫分享，分享这里面看了一个复制连接，复制连接我贴上去之后，你点开来就把它存到你自己的 pocket 里面进去了。所以第一个动作你要自己存档。各位同学在荧幕上看到，这是 BBC 新闻互动大群，还有自己的学生群组。这里面你看到有两个连接，第一个连接就是这个文章的位置，你可以自己点开来存入你的 pocket。当然前提你已经关注我，如果你要关注很简单，下面这个连接点开来，你关注我之后发现我推荐的文章，你可以直接存到，点过去存到你自己的文章里去了，就这么实用，这么的方便。那好用的目的在哪里呢？朗读，最大的乐趣就在朗读。我现在点开了我的手机，发现木兰的文章已经进来了，各位听听看他的朗读。Mulan, Disney aims to win over China with second take on the legend. 这样大概可以听到了哈 ，win over。所以各位同学，手机虽然它的朗读语音档案没有到那么佳，但是可以让你学习，而且可以调整速度呢，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来吧，如果你要找林文老师学习，赶快去下载 Pocket， 之后呢，就想办法关注林文老师，特别注意我推荐的文章，特别是我 BBC 的学生，还有再加上我高三的学生，大力推荐，赶快来加入林文老师的学习列车吧。明天正常的课程再恢复。